快闪现，哇！哎，哪来了梅烟？回血！那永恩呐、啊，搁塔下一站呐、啊，算了，我们不回家了。卡，卡还打游戏，神经病。重锤！蓝枪越塔，每个灵魂都将释放。剑魔二了，我们打剑魔其实还挺好打的，打的剑魔。掏。哇，重锤。他跑了，其实我不太能打得过他。我掏重锤接平 A 往下走了，还有啊，重锤，嘿，没想到吧，我有盾。重锤，二段扣打不着，还打呀？来，重锤，这波能打。重锤 ，A， 掏。给他打回家了，看看。你挺会呀，啊？这不杀，给我杀！把他砸死！我们刚才一定不要先扛塔啊！刚才先扛塔，死的一定是我们。就即使剑圣死，我们也不能死。哎，回家了。
先来个小反甲，再来个皮孩。行吧，出门。今天就关小可爱，别的我都不管。这是个妹子，拜托别把我弄丢掉。平 A， 平 A 接重锤，差一个兵生，你知道吧？这波大柱重锤，平 A 接点炎，再 A 往哪走？掏。回点血啊！我已抛下繁星的躯壳。我掏，重锤，吃个塔皮，回家了。我们布甲还加小反甲。这铁男就出这玩意儿，恶心人。连续不停的心跳声，由我来安抚。还有探索者的护臂，那一会儿的，我俩出完再出个沙漏。掏重锤平 A， 重锤，喂点血啊！重锤，我掏，我重锤，重锤，怎么的？来人了！我一瞅，这是来人了呀！啊！我看这个来。来，我一瞅瞅，这是来人了呀！这，你给我死！我一瞅，这是来人了呀！这，点什么信号？我一铁男还怕人来呗？你咋的呀？安不安的？你要晚安呢你？嗯？嗯，你要晚安，我的 baby。回家，2760。
出什么护臂？炸血皮泥呀、啊！还没到出护臂的时候呢。第二件装备，我决定做一个沙漏子，不是沙漏子，做个冰杖。我操！你猴子，重锤！重锤，群威，群威掏回来 ，A 姐重锤，平嘞，平，好闪。怕什么什么来呀、啊？那维恩又起来了，没事，我就关那小可爱。我连人带兵一块砸，还有啊，还有啊，没关系，我能回血，别别轮轮，出个冰杖，刚才关盖伦能答应不？费劲哈，不行，费劲，还有大宝剑。他没有啊，看看他剑圣什么装备，剑圣这个装备可拿不了红 buff 啊，还得我们拿，我一瞅给我掏回来，嗯，你让我红 buff 粘住了，那你可没了，小伙子。你也没有皮孩呀，我一看呢。谁？那蓝枪都这样式的吗？他上来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式啊，我记得。我们就帮一波吧，来来来来来，来帮一手，发蓝枪，嘿嘿，小可爱，安安呢？晚安。退中。哇，重锤，小龙，对，剑圣把小龙打了。啊，
哎呀，把这盖伦给我杀了。2600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打不过了。挂重锤，掏 ，A 阶重锤，3 2 1，哎呦，完了，技能空了，但是没有什么用，太幼了。我不加还太幼了。哎呦，我永恩站起来了，永恩先出个冰杖，我们再出个沙漏，最后来个蜡石之牙，怎么样？行，我觉得行。技能中不了冰杖有什么用？那有了冰杖不就能中了吗？掏，那重锤，哎，好痛啊！该轮是吧？该轮重锤，哎别啊啊！太吓人了，漂亮！把高地拆了。剑圣的峡谷先锋可以啊，他们家小可爱我咋没见过呢？挂机了，我掏借重锤，此时此刻赶紧跑，知道吧？赶紧跑，谁不回头谁就死。你赶紧跑，我算是撤了，再见。我掏，死后世界在召唤。出点什么呢？来个沙漏吧，或者我们直接合成一手反甲怎么样？这大龙啊，啊，这怎么打大龙了呢？这我有点慢呢，这跑的。漂亮，死了一个呀，死了一个可不合适啊。没打，掏接重锤，小龙也行，但他们家都死了一个人了。
呢这蓝枪？干哈呢蓝枪啊？啊？啊，小可爱。先把小可爱锤了，致命点烟。死了，哪来的该轮？哇，重锤！为什么铁男的大招还这么点时间呢？我关他这没有多长时间呢，感觉关不住啊。拆下吧，剩最后一路了啊、嗯！把最后一路下路给他拆了。假装往左边走，其实掏右边，没掏着。哇，重锤！别怕呀，怕什么呀，这直接打呀。给我变小可爱。他把蓝枪杀了。我掏。这维恩打人是真疼啊，这维恩。先把塔拔了吧。啊，先把塔拔了。等着维恩大招没了，我们是不是能看看啊？对面剩几个，可以继续。小可爱，哎，往哪走？嗯，这维恩他妈的真是不讲道理，这英雄。我应该砸维恩好了，那个抠不砸的露露砸维恩应该是死了，我害怕烫不死他，你知道吧。再来个蜡石之牙，最后再出个什么呢？出个沙漏。沙漏也没用啊，沙漏沙漏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用？没有用，不如出个猫子。我放眼所及，全都是弱小和卑贱的灵魂。来中路，我这英雄只能打团战，快快快快！我感觉我单挑打不过维恩，怎么办？哎，咱应该也不能，我可以偷属性的，这单挑了以后这就不一样了。他不能有红 buff 啊，他有红 buff， 我是咋跟他打去？掏回来，重锤接平呗。问一下，致命点烟，重锤，
哎呦我天哪，这文人连动都不动，哎呦我天哪，吓死我了。但他哪怕动一下他也死了，他只要动一下，刚才我抠就动了，我没想到他能不动，是我的失策。哎呀，空扣很正常的，我跟你说，那369那打比赛成天空扣。我其实本来以为那职业选手啊，打个铁男啥这种英雄，就是基本上技能不是不会打空，都很厉害的那种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我一看他。